近来，俄叙联军的主要攻势都集中在德拉地区，而且攻势很猛，是以往难以看到的。当然，这其中还夹杂着多方面的因素，就如美国宣布将不再为德拉地区的反对派武装提供任何的帮助，换句话说，就是美国放弃了德拉地区。这样一来，美俄之间的正面冲突将被避免，驻叙俄军便可以放开手脚了。因而俄军战机在过去的十多天之内加大了军事打击力度，连续空袭。在如此巨大的军事压力面前，反对派武装还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很快便放弃了抵抗，纷纷投降了。当然，美国也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地区的利益，虽然其停止了对反对派武装的军事援助，但仍然向这一地区派遣了大量的雇佣军事人员，试图想要扭转在叙利亚南部的战局。但在俄军战机的大规模空袭下损失惨重，可以说现今俄叙联军在德拉地区拥有绝对的主动权以及非常大的战略优势。在俄叙联军猛烈的军事打击下，德拉地区的归属走向已经非常明显了，其可以说已经被俄叙联军牢牢地掌握在了手中，实现全面控制只是时间问题。因而俄叙联军现今将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德拉，而是要开始发动针对整个叙利亚南部的军事打击了。